喽，兄弟们，欢迎来到刘哥魔玩空间。那么今天我非常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新做的两个柜子。那这两个柜子呢，是在我的工作室之前也亮过相了一个非常小的房间，大概是十平方出头，硬生生的又加了两个柜子，其中一个是这个，然后呢另外一个在这里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柜子，来看一下整体的大小方面。这个大小呢，高度是2米4，宽度1米2，厚度是50厘米，跟我之前在客厅做的那个柜子啊，其实大小完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多做了一层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上面是3层，然后呢底下是2层，这个样子呢摆的东西就比较多了。那么最上面的这一层呢，大家自己看一下吧，因为东西比较的杂，有第三方，然后也有官方，也有合体金刚，也有老 G 的玩具，大家自己来认一认，到底能认出哪几款啊？我反正你一时让我全部说出来，我还真的是有些名字都不记得了。而第二层呢，就是变形金刚的 MP 系列，之前 MP 系列全部被我放在了卧室门背后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柜子中，非常的憋屈。我觉得 MP 系列就应该拿出来，这样大大方方的放在一个大柜子里，然后呢上灯来照一照，这个样子呢我感觉非常的漂亮啊。到了第三层，整个柜子最黄金的位置放上我最喜欢的黄极系列。之前做这个黄极射手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，一定要给黄极系列单独做一个柜子，你看现在终于完成了。那这边呢放了很多的小墙，比如说 GT 家的最终小墙，还有万代的这个新生五小墙，包括前面的圣衣形态，还有这边十周年的神雅，包括十周年的神小墙，还有这边大系的五小墙，可以看到五颜六色搭配后面的黄金啊，真的是很漂亮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层了。那么第四层呢就是高达，还好呢我并不玩高达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一个不玩高达的人实际上这一层已经摆的都差不多了。你看前段时间做的 MC 的最强最帅，摆起来还是挺唬人的啊。剩下的一些空位，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不玩高达的人应该是够了吧，不然的话如果还要再买很多，可能我单独还要给高达再做一个柜子，真的是受不了了。最后一层就是变形金刚的杂七杂八系列了，包括还有两个 MP 的漏网之鱼， MP27 铁皮跟 MP30 救护车，这两个摆不进去了，只能够可怜你们了。然后呢这边主要是放一些大的合体金刚，达到50公分左右的，比如说这款UT 魂天豹，还有什么 Zeta 的魂天豹啊，包括他们的这个什么大无畏等等的，包括什么 GT 的大力神都可以放在这里，我感觉应该来说哈哈，空间也算够了吧。顺带一提啊，上一次报柜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看到我墙上的这个相片，以为是我的照片，并不是啊，这个是我的爷爷，他是一个烈士，大家看一下，刘氏本门历代元祖宗亲，我的爷爷是一个烈士，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拿这个来开玩笑了。接下来第二个柜子是我今天刚刚做完的，来看一下兄弟们，来，这个柜子呢尺寸高度依旧是2米4，宽度只有88厘米，厚度是40厘米，因为我这边主要是第一个后面的墙比较小，还有就是我这边要摆我的电脑桌，在这边要剪辑视频啊，包括运动流汗，对吧，经常在这边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说这个柜子做的并不大。而且重点是这层的这个柜子呢主要是给我放一些女兵人系列啊，我的心头是爱呀。来给兄弟们看一下，最上面这一层目前只摆了一个涛哥送给我的新婚礼物 HT 的擎天柱，然后第二层我准备到时候放海斗士系列，因为6月份就是海皇要出来了嘛，找奥月再给我制作一个海斗片的场景放在这里，目前先摆这些，还有其他的放不进去的一些东西。第三层，哎，是我最喜欢的女兵人系列，来来来兄弟们看一下，哇真的是很漂亮啊，哈哈，我做这个柜子啊主要就是来放女兵人的，目前没有其他东西，先放这一些。还有这个女兵人薇拉，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也做个视频嘛，你看专门给她买了一只这个拉布拉多犬，还有这边你看武器支架、摩托车，这边还买了一个古琴跟宝剑，主要是因为哈哈哈，前几天刚刚买了神雕侠侣的12寸的姑姑，就是李若彤的版本，也会做一个视频的，那个脸虽然说做的有点哈哈，到时候你们看吧。然后呢这一层放了几个便宜的玩具，这个也不用说了，98块钱，这个是 NICA 出的50公分的终结者2，
我们的施瓦辛格只要不到400块钱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版的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玩具，这个也做过视频了，还有这个你看骑着白龙马的女兵人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最后的底下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做过视频的，包括这个 TFEVO 出的这个热破也会做一个视频的。 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差不多完结了，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呀好累啊，好累，来来来转过来。好的，那啊对焦对焦，好的，那我马上就要出差去泉州了，所以说就不能跟你们废话了。这期视频呢非常简单，跟你们分享我新做的两个柜子，非常开心。你看整个房间就这么小，十平方出头的一个房子房间，然后呢摆放了这么多东西，这边是拍视频的，然后这边两个柜子围绕着我，真的是非常幸福啊，兄弟们。那么下一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